他没有关系啊啊！他教我钓虾。啊，刚澄清告知你知道了啊、哦。我了解。在八月三日夜间20:30，那本所同仁接获民众报案，在花莲市一处钓虾场内，那发现有人持改造手枪，并且骑乘机车离开现场。那同仁接获报案之后，啊，立即前往现场，并依据报案人所描述的特征啊，围捕拦查。那并在花莲市国政三街上发现特征符合之中南及温南两人，遂立即向前盘查。在盘查过程当中，在中南的这个随身背包内，查获改造手枪1把、子弹3发，以及发的子弹弹壳2发。另外查获大麻毒品2包。因拦查过程当中，这个钟贤浑身酒气，遂对其实施酒测，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。全案讯问后，依枪炮、毒品、公共危险罪嫌等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